收词后面的动词要原形，这样你可以分别分出来。刚刚我说，比如说我说 you are what， 我刚刚说 what 是代表问人家什么？什么工作？职业。假设我现在要问分句了，我就变成什么 ？What？ 这个有 are， 你不要再用 do 了，对吧 ？Are you？ 然后是这样。那你回头的时候就回答什么 ？OK。你英文的文法不对没关系，可是你的语调很重要。就像我们是国际上，你跟人家语言不通，可是你只要对人家微笑，人家就知道你在干嘛，你在示好啊，你在对你跟人家友善，这样懂吗？一样的道理，对，语调要对。回答的时候呢，就回答什么？现在进行式的 I am doing my homework。功课，那 housework 是 OK 加时，所以呢，你也可以说 I am doing housework。记得不要加